剑金峰，持有者为名剑无名卷收天，人称北方秀的道门剑界先天。卷收天傲而不骄，无心红尘盛名，亦不沾染俗世，仅对树光景致情有独钟，因此常居永续之巅，看遍各种气候所出现的旭日奇景。名剑金峰为道真一脉镇教双宝之一，剑身如太阳般晶透耀芒，圆形护手处有着太极图案，象征日轮天道。金色流苏剑穗与太极吊饰，则代表卷收天道门身份。是暗夜有再起，是光明定有灵，绝境动天之来，在36000海国见证下，更一样，正义强，生死斗胜。神勇彪魂，好！报仇再受救援官，动天必惊世，人生无边之人，正面修罗剑中，多闻各处。再行天阔天中，天阔六中，天之凶。好，破，放手，花开分敌，比剑面落下之交，在多闻间尽下虚无。哦，无勇妖魂。天阔目中不母之文，好，再无凶龙之交，降临修罗杨柳根，铁弓相来，如同北海星辰火焰暗影，众武勇剑飞，分析殆尽。好，这是我一生之欲，我绝不能输，绝不能输。以海中行，终以北风修之西去为环酒，东山再起。一片刀光，一袭剑芒，英雄的出动万物剑药，不计个人英勇，英雄不顶天道算定，剑侠何用？吼！咱以寒冬之手，坐行剑落众来，地数降临修罗，努力攻击，不以多行之端，一招便是胜负。天阔剑中，就在刀光即行无车连个功耗，金色刀影太人惊。秋冬炎热，穿空铁饼，作行失时，退白消磨之交，引不莫灾。好，勇魂妖，瞬间高空，最终不朽，依旧魂跳